这个木薯的全烂了。拿我烟干嘛？拿过来。当然好心车你回来，还拿我的烟怕人。哎，我的行李啊。妈，我回来了。这一年在厂里混得怎么样啊？300块，好像你出门的时候我也是给你300块。大妈，我年初带了300块钱出去打工，年末又带了300块钱回来过年，我在外面白吃白喝白住了一年，我一分钱没花。哦，对哦，儿子，我就知道你是个人才，我马上去杀